當然即最後嗰、那個排名第三是接受的，咁但係當然我哋喺一段時間失分太多，都影響到我哋即最後可唔可以爭標嗰個機會啦。咁呢個係有少少失望啦。即尤其是呢兩季我哋都經歷咗喺最好狀態底下咧，就有一個即停賽停季啦。咁變咗兩次喺停季翻出嚟嘅時候，我哋都未可以打得翻即休季前嗰個水平。咁啊呢個係即令到我哋有啲無奈嘅。咁但係希望今年有一個完整嘅球季，我哋可以根據翻一啲即技術上嘅部署一路落去嘅時候，我相信我哋有信心可以即維持球隊一個比較好嘅狀態，去爭取好嘅成績咯。咁首先我哋就唔算係補給咗好多人嘅，因為其實球隊都去到第即我自己教到第四個 season 啦。咁其實球隊嘅陣容都越趨穩定㗎啦。咁主要就係迪高補給咗可能係沙普夫嘅離隊啦。咁另外喺即喺精英杯上面我哋都需要多少少嘅青年球員，都補給咗阿翁仔啦。咁另外我哋都即希望去增加到前場嘅入球嘅能力。咁我哋即都因為之前尼迪利同埋甚至嘉恆嘅離隊，我哋都補給咗一個外援前鋒，稍後會再歸隊嘅。我諗個 target 都係希望入到成個 AFC 級嘅決賽啦，即可以有一個東西亞嘅總決賽啦。咁其實而家距離都係一場波啫，咁所以係有可能嘅。咁我哋希望即係喺透過呢幾排嘅訓練啦，同埋精英杯之後咧，去到十月尾，我哋個狀態會提升到就即係有機會可以挑戰，無論係即係中亞亦或南亞球都有得打嘅。本地賽事目標，我哋今年就希望即係可以爭到聯賽冠軍啦。因為其實呢幾年講實力，我哋已經去到即係前列㗎啦。咁但係有時可能個表現唔穩定啦。咁但係我諗表現唔穩定都係取決於可能有時球隊嘅經驗啦，或者喺人腳上即係夠唔夠充裕啦。咁但係其實呢幾年我哋一路都去慢慢調整。我諗球隊而家已經變得成熟㗎啦。咁我覺得即係只要我哋可以提升到嗰、那個球隊嘅表現嘅穩定性咧，咁我覺得我哋絕對有能力去爭冠咯。其實你話喺陣容上面，我哋真係補給咗青年球員就得翁仔啫。咁其實，但係我哋都會俾一啲青年軍上嚟去跟操啦，希望佢哋即係第一就係鼓勵佢哋即係可以嘗試去挑戰一下即係一隊嘅能力啦。咁亦都俾佢哋感受一下啦。咁另外如果佢哋表現好，我哋都會係即係有機會會擺埋佢入去踢精英杯。咁呢個就稍後先再講啦。咁樣自己覺得自己嘅表現係合格啦，因為始終都係。都講過之前是可能我耐冇踢啦，然後咁一開始都要適應，然後到最尾其實覺得自己的表現都唔錯嘅，咁然後係咯，就可能最尾亞協嘅時候有啲攰咯，咁就亞協嗰幾場波就自己覺得發揮唔係幾好，咁希望嚟緊呢一年係自己會發揮上會更加好啦，比上年。準備咁其實而家我哋其實即係啱啱開始叫做第一日正式喺球場度練啦，咁仲有一個月左右我哋就開始新嘅球季，咁我覺得今年其實可能都有啲即係管理層，即係可能其他例如助教啊等等嘅轉變，咁我覺得我諗相信會一個新嘅磨合，可以一個可能有幾新鮮咯，所以我相信嚟緊嗰一個月大家嘅準備都會 OK。咁我覺得球隊嘅陣容其實都係非常之好啦，咁即係可能後備就算後備嘅兵員都好充足啦，咁然後球隊又可能有啲新有實力嘅新球員加盟啦，可能好似迪高啊等等類似呢啲啦，咁希望嚟緊呢一季可以球隊可以爭取到更好嘅成績啦。最重要目標有兩個啦，我覺得一開始可能係。最主要可能一開始是亞協啦，咁希望可以亞協贏到場波入到決賽先，然後另外可能聯賽目標是希望可以挑戰冠軍，即係爭取比上年更好的成績。其實上季我覺得真的不是話太滿意自己嘅，因為始終缺席了大約兩個月的時間。咁都影響咗球隊好多部署上面嘅嘢，咁所以我希望今年就做翻好啲啦，起碼照顧好自己身體，唔好再受傷先。今季班隊友其實好大個班底都繼續喺今季繼續踢啦，咁其實所有隊友都夾咗三季有多，咁我覺得喺個別位置做，我哋再加強咗啦，咁希望可以去到嗰個即係爭標嘅階段啦。最重要嘅目標。我會擺咗喺亞協嘅四強先啦，跟住就聯賽冠軍。艱難嘅，咁但係一個咁好嘅機會去到四強，就無論如何都盡全力去搏一搏，希望入到決賽，甚至乎再行多步啦。
又冇話點樣去安排，即係關於亞協杯要點樣部署住嘅，其實冇講過嘅。咁但係就即係都知道大家嘅目標，球會啊、球員之間都好大嘅目標係喺亞協度啦。咁所以目標一致啦，但係冇話仔細係點樣部署未講到。咁其實我哋啱啱呢一課啦，咁係第一課正式喺球場啦。咁其實我哋都因為之前我哋喺季尾嗰陣時，我哋踢完個亞協個分組賽，我哋都隔離咗一段時間，咁球員都可能需要休息。咁其實我哋係今日先係正式喺球場練嘅第一課咯，係都係要慢慢適應咯。咁始終你咁耐冇練波，可能之前都有去做健身啊。咁其實球場都係第一課。咁其實你睇啲球員全部都要適應咯，波嘅 feeling 啊，咁其實好多嘢都要個身體嘅氧氣啊，咁其實我哋都係希望喺呢一段時間可以比較翻狀態。咁其實我哋今季係多咗啊 Diego 同埋多咗一個遠後生球員，咁其實我哋整體都原班人馬嘅，咁其實我哋都夾咗兩至三年啦呢一班人，咁其實喺磨合方面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只不過咁其實都係要透過季初嘅訓練去precision 去提升翻自己嘅狀態啲啊。咁其實你去到亞協咁一場歌啦，其實都係一場歌一場波嘅嘢，咁其實都係睇個決心同埋睇佢自己球員大家嘅團結咯。咁其實一場歌好難講，有時啲波咁希望大家都係一齊嚟緊有機會踢呢個四強嘅時候，希望大家一齊享受呢場比賽。咁當然係要捧杯啦。咁希望而家陣容就比較完整啦。咁其實都係keep 到兩至三年嘅時候，咁其實磨合方面唔需要擔心，咁其實希望都係捧杯為主，我哋都係上季表現其實即係可能復賽之後自己一路都未揾翻自己狀態啦，直到即係可能喺練波其實係 OK 嘅，但係一落到比賽就好似即係迷失咗方向咁啦。咁去到爭標組先踢翻自己水準啦，咁都覺得太遲啦。咁所以今年都希望可以喺亞協或者季初嘅時候就已經揾翻自己嘅水準。今年班隊友其實最主要其實自己本地球員就都唔係太大改變啦，可能有幾個走咗啦。咁但係始終大家都一齊夾咗好耐啦。咁其實我覺得都今年都希望奪標嘅，即係攞冠軍啦，同埋希望喺亞協可以攞到分區冠軍同埋對翻呢個西亞區嘅決賽咁樣。今年佢都係俾信心我嘅，冇特別俾壓力我嘅，係佢叫我俾信心踢翻自己啲波咯，唔好諗上一年玩一年咁樣。最大目標梗係嚟緊亞協啦，都係幫球隊希望攞到冠軍啦，同埋都係幫球隊攞聯賽冠軍啦，同埋自己目標希望入翻多啲波先啦，因為上年都冇入過波，係啊，希望破咗個入球荒先啦。